全新一季小怪兽阿蒙，好奇又热情的阿蒙又来喽。这次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呢？我找到彩虹的尽头。可爱的阿蒙总是热情的帮助朋友，大家都爱他。好妈咪，雪球大乱斗！全新一季小怪兽阿蒙，10月17号下午1:30，就在萌萌亲子台。